我们会发现，人群中有这么一部分人，他们通常待人友好，但却对社交活动不感兴趣。他们眼光独到，对生活有着深刻的理解，阅读他们的智慧，就好像翻看一本知识渊博的书籍，但是他们在人群之中却总显得孤独。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孤独的人不擅长社交，但是在一项心理学实验中，被试者被要求解读电脑屏幕上的表情照片，让他们为这些表情对应一种情绪，愤怒、恐惧、快乐或悲伤。让人惊讶的是，那些在生活中表现出孤独的人，成绩却比其他人更好。孤独的人能够精确地解读他人在某一瞬间的情绪，而那些热衷社交的人更多地对测试表情表达出乐观倾向的误读，因为自己本身乐观，也误以为他人过得很快乐。也就是说，这些孤独的人本应更擅长人际关系，但却在群体中呈现出了孤独感。心理学认为，孤独感反映出的是个体对现实存在的焦虑和寻求生活意义的需要，但是孤独感的产生却带有主观暗示的选择，这些孤独的人其实是在享受孤独。在心理学家们看来，这些享受孤独的人往往也是聪明人。这些优秀的人更喜欢独处，不擅长合群，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一、捕食者心态。社交作为最原始的人类活动，意义在于通过融入群体获取安全，这种群体安全感至今可以在自然界中观察到。海洋中单独的小鱼在面对体格稍大的鱼时，就可能成为腹中之食，但几千甚至上万条同类小鱼在一起时会组成鱼群，往往可以令大部分捕食者忌惮放弃，即使遇到强大的捕食者也会由于更高的概率存活下来。但这种现象在捕食者群体里还有另一种表现，捕食者有自己的地盘，在面对环境时，力量较弱的捕食者群体联合起来共同狩猎御敌，但在食物丰富的森林中，老虎总是独来独往。人类社交也很好地继承了这两种心态，从众心理归根结底是人类在面对恐慌时自我保护，融进群体中人类可以获得安心感。但是当个体处在群体的优势层时，捕食者的属性就被激活了。而在当今社会，环境安全，资源丰富，社交作为一种群体情感活动，这部分人在骄傲自己智商的同时，优越感也产生了。在行为表现上，聪明人不需要让自己像狮子一样进行团体狩猎，故不自觉地出现了脱离群体的独狼状态。二、完美主义内耗。我们知道，聪明人往往都是一些心思细腻的人，容易观察到人们行为里的细微差别，同时也能对身边人做到很好的共情。这就是聪明人更能觉察到身边人的情绪，以及他们更在意什么。这种特性使聪明人能够成为很好的照顾者，但是这种特性也让他们没办法享受到社交的快乐。聪明人对事物有着潜在的完美主义倾向，也会本能地关注到事件的不和谐之处，这使他们感到非常痛苦。即便这场聚会不是他们组织的，他们也会因为突兀的行为生出不安。若是自己组建的聚会，这类人的完美主义情节更会使他们变得忧心忡忡，从邀请谁到口味，从座次到加菜，他们会力争打造一场完美的酒桌文化礼仪体验。一旦出现不完美，他们便会郁闷很长一段时间，并且想方设法弥补遗憾以及他们所认为的伤害。因此，对这些聪明人来说，社交体验是辛苦的，一场社交下来，别人体验到的是畅快淋漓的愉悦感，而他们却是精疲力尽，故而社交成了他们避之不及的困难。不过逃避社交的他们也对友谊有着更高的标准，泛泛之交很难进入他们的内心，对于他们认可的友谊才会真心对待。三、观察者习性。由于聪明人会比普通人对环境和事件观察更细致，
这也就导致了这部分人在群体之中更习惯用眼睛看和耳朵听。在他们看来，减少干扰才能发现真实，因此聪明人更喜欢作为安静的存在。在聪明者的观察中，要和人群打成一片，他们需要放弃超然观察的行为，找到几个同伴，在他们面前做出一些无意义的言谈，然后引起他人同样无意义的应和。在你来我往之下，气氛变得热切，欢乐就出现了。但是事件的这种无意义的属性会让聪明者在事后回想时常感到莫名其妙。因此在生活中，聪明人会对社交感到乏味，也会避免自己参与太多社交活动。长久下来，他们的语言能力反而会变得退化，这使得他们更加不适应社交。面对人群时，不熟练的语言使他们感到窘迫。除了特意锻炼社交能力或厚脸皮的人之外，大多数的聪明人更愿意让自己孤独下去。四，向内寻求价值。人类的社交大致分为情感、娱乐和功利三种，像家庭聚会、朋友小聚这类情感社交，其实聪明人并不排斥，反而他们很喜欢和有共鸣的朋友一起谈天说地，共同探讨感兴趣的领域，但是对于功利类社交就会嗤之以鼻。聪明人有着自己的骄傲，对他们来说，只要自己足够强大，便没有需要向别人求助的地方。反之，如果自己遇到难处，那一定是自己还不够优秀，自己的智慧一定能帮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聪明人的诉求是向内的，通过无意义的社交寻找贵人，是对自己智商的背叛。虽然旁人看来，这种心态有些倔强的犯傻，但也正是聪明人的可敬可爱之处。对聪明人来说，别人有的终究是别人的，如果自身没有足够的能量，那求来的东西迟早会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摧毁。只有自己强大，需求才会获得稳固的满足，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天地。对他们来说，功利性社交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我们发现，并不是聪明人都会远离社交，反而这就是他们的社交方式。在他们眼中，没有朋友和亲人的社交是没有意义的，千篇一律的重复表达是乏味的，也不值得消耗自己的时间，若硬要参与进去，反而会感到格格不入。但若真要遇到值得托付真心的人，便应了九逢之几千杯少这句老话，他们一定会让你沉浸其中。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你也不妨订阅分享及在下方留言，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